我是长荣航空机场本部出入境组的婷瑜。大家知道 DNA 一天要走多少的路吗？我下载了随身的计步器，那我们今天工作结束后大家一起来看看。哎，三二一，我们出发。有时候登机门会在第一航厦那边，那下个登机门可能又在第二航厦最远的登机门，然后我们就要脚程很快，这个 duty 结束完之后马上手刀到下一个登机门。刚拖到我们这边的机坪上面，我们会先确认机舱里面的准备状况，然后像是水有没有加好，备品有没有上好。那我们今天飞机的话，是因为从机坪那边拖过来的是一架就是整洁的飞机，那如果有时候是接飞的飞机的话，这个时候就会有清洁人员在里面作业。那同样的，我们都要大概去看一下今天机舱里面的清洁的状况，还有备品的准备状况。所以我们有很多机会可以看到像这种空无一人的机舱，那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经验。看到机舱里面都已经准备得相当的整洁，那如果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异常的状况，就是清洁的状况没有达到标准的话，我们也要赶快联络，就是让飞机达到一个标准，然后让我们的组员可以立刻进来作业，准备机上的准备工作。现在距离登机还有5分钟的时间，那这时候我们会先确认机内的准备状况。那如果 OK 的话，我们今天准时登机。机内的准备状况都 OK 吗？ OK。 好，那我们今天有一位轮椅旅客，我们先让轮椅旅客开始登机。好，谢谢。我们的压力其实都是集中在就是开始登机那时候短时间要处理 case， 然后要去掌握旅客，就是大大小小事情都会在那个时候发生，在那20-30分钟压力会比较大。需要很后面116人，然后所有文件都上机，然后一架轮椅。好，那等你 OK 算。好，那我们关门，宣也顺飞哦，谢谢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。我们现在就是要去接飞机，把登机门打开，然后跟空服员核对一下今天的人数，还有一些特殊事项的交接。那我们走吧。145+2一个 MS， 对，然后有一个 MS， 等下再交接给你。好，没问题。好 ，OK， 了解，谢谢哦，那我们可以下课了。小心您的脚步 ，Please watch your step， thank you。同仁帮我们把娃娃车从 cargo 那边已经卸载下来之后，我们可以得放，我们第一时间提供给旅客，让他们方便使用。OK 吗？好，谢谢。喜欢飞机是大部分 DNA 的人在这边就是工作的一个动力，跟他就是工作久了之后，你会跟飞机产生感情。747是我第一种认识的机型，那特别的地方是因为它是四发引擎，然后又有相当漂亮的外形。然后我进长荣之后，其实747的航班对我们来说其实要 handle 是有一个困难度的，因为它载客量很高，一定的时间之内登完机之后，你获得的成就感其实是有的，会大家觉得说我们一起完成了一项这样的任务。就是下班之后我可以去看飞机，那甚至可以看到我早上执勤送出去的班机，下午他载着回程的旅客回到我们降落我们桃园机场，他送出去然后亲眼看到他回来，这真的是还蛮开心的一件事情。好，今天的任务我们都圆满完成喽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
迎。